展翔一阵狂风，黑夜会释放光明，无爱的英雄，伤痕就是勇敢的火种，要飞向更远的天空。睁开双手，心燃烧着征途，未来就在眼前，爱的国度，成功之路，自信永不认输，眼前的幸福穿越迷雾，我的心中的梦与前方展翔一阵狂风，黑夜会释放光明，不畏英雄，伤痕就是勇敢的火种，要飞向更远的天空。冲撞，把他们放心攻击，我在那个世界习惯失控，暴雨他们会一直闪动，对我来说只是越战越勇，七八运气向前，一直秀别做梦，别在我的时候我战斗，冲撞只剩没有我能做自己的英雄。心中的梦与旋风展翔一阵狂风，撕破黑暗释放光明，不败的英雄，没有人能阻挡我的梦，不怕伤痛。好啊，让我好好修理这个狗破坏的家伙。哼，夺走金库的时间到了。注意，对方有离子炮，我们火力太弱，这次的任务为侦察地形，禁止单独行动，有任何发现必须先回报。 Cap， 谢谢，听到了， Over， 原位解散。离天星17000光里，我这往风华星21000光里，收到。进入天星轨道，天星失去生命迹象，没有能经位置反应，我这里位置是光环星，生命迹象零，彻底被毁，太惨了。能经反应呢？一样没有反应。全队改为飞行模式，在恐怖星会合。神经这里也一样，也遭受攻击，没有能行的踪迹。看来我说的是真的了。注意，机六雷达搜索到不明飞行物能量，从我队后方朝我队前进。什么编制和代码？没有登记宇航飞行码，看来是黑艇了。大家小心，进入迎战警戒，警告，预警通报。是，收到。Over。前方来袭注意，我队为阿瑞斯780巡逻队，你们马上就要进入我队射击管制宇航领域，请立刻表明你们的身份意图。请立即表明你们的身份意图。前方蓝星注意，我队为阿瑞斯780巡逻队，你们马上就要进入我队射击宇航领域，请立刻表明身份意图。请立刻表明身份意图。
测到来机有武装反应，怀疑来机有攻击我队的意图。Over， 保持迎战警戒，没有命令不准攻击。我雷达已经侦测到敌机。Over， 大家稳住，锁定来机目标。还有30秒进入火力范围。队长，金刚，预警，来机注意，请立刻表明身份意图，否则将实施开放射击。请立刻表明身份意图。20秒进入火力区，再不行动，我们会躲不过他们的攻击。8秒进入火力范围，7、6、5。8秒进入火力范围，7、6、5。可以，站，收到。火力区，梅影，去看看强盗艇，运回强盗艇。Over， 开放攻击，让你见识一下暴雷狙的威力。Yeah.
经实行地表。给我起来！
看来答案已经有了，蒋军已经快实现他的计划了。计划？什么计划？奇怪，他干嘛要毁灭这些星球呢？你笨啊！他只要取得过半的银河统治权，就能成为银河的统治者了。统治者？那王怎么办？他的计划一定就是要推翻皮尔王，然后自立为王。你忘了当时是什么状况了吗？当时的状况？那怎么办？我们要阻止他们吗？我们效忠的是国家，虽然他曾经是我们的将军，但他选择背叛阿瑞斯，就等于已经是我们的敌人了。再说皮尔王也早就签下了封印缉捕令，我们的任务就是执行王的命令。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依法执法吗？也只有这样。如果我算的没错，蓝白星应该是他们的最后一战，也就是说，只要将军拿到了蓝白星的星球能晶，银河系就归他了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赶快行动吧，赌上银河系的命运，这还了得啊！星天，我们目前的铠甲武装能阻止他吗？是不是要先回报请求增援呢？来不及了，多一秒都可能会耽误大局。金刚，找出能晶的位置，定位目标坐标。你算一下我们的能量能让我们回到多久以前的时间。嗯，到两小时前，蓝白星地形坐标，天赋一零，地零七，人二七二，传输坐标完成。好，那就回到两小时前。第六小队听令，保护蓝白星的能晶，执行度100，危险度为最高级别，任务完成度10，直到危险解除为止。哼，就是誓死不退的意思吧？还有，银河终极铠甲修罗铠甲和他的克虎更弩形钢铸也在将军手里。要保证银河系的永久和平，这两样东西也要夺回来。大大，前方一千米没有任何武装威胁，继续侦查，把能晶找出来，不可大意轻敌。是。来这星球简直就是如入无人之境，我看他们连最原始的雷达都没有。对我们来说，简直就是爱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爱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哼，这种感觉倒是很像科幻小说里说的那种自由自在。自由自在，那还了得？没纪律，没规矩，还没限制，那不是什么都乱套了？自由自在，多迷人的四个字！自己为自己而活，放松享受自己本性和原始的一切。什么？难道不要武装，不要铠甲，那怎么战斗？怎么胜利？为什么一定要战斗？为什么非要胜利不可？其实太多的科技和装备反而会让我们失去很多本能。昂尼修的意思是自由自在的活着，才能感觉到自我。笑话，难道像这里的生物活个几十年就能好好的享受生活了？智慧需要沉淀积累才能够饱满，生活需要奋斗战斗才能安定。自由自在就是吃喝拉撒，跟个低等生物有什么不同啊？怪，侦察兵还没找到能晶的位置吗？
你不是说就在这里的地下100米吗？根据阿法斯电脑的搜索显示，的确是，这从来没出过错，这是最后一颗能晶了。等我们拿到这颗蓝白星的能晶，我们就可以看看皮尔王的嘴脸了。我真是迫不及待地想快点看到。让军团东西散开1000米做扇形搜索，给我把这个地方翻过来照。哈哈，看来这次任务是特别艰巨啊。好啊，要玩就玩大的。我们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情，至少要阻止将要发生的事情。这一任务非常困难，你们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吗？你也知道这次是凶多吉少是吧？我没听错吧？大力金刚兄也会说出这种丧气话？拜托，我是在替你想好吗？没有交代的事情了，请发令吧。每一个战役都是一样，是吉是凶都在自己手里，我们只要全力以赴，别想太多。100光速度回到2小时1000。难道这就是速度吗？沉默。